要想图像更清晰，还得加大电力。好，这样应该行了。开机。啊！成像了，我的电视机成功了。正好，蒙查查，立马下去，把这栋楼的大门给我堵上。收到。只要没人能到这里救你，我就能收集更多的时空数据，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天。节目有必要这样抢吗？当然有。可比我可的电视机呢？快冲啊，大伙儿冲啊，冲啊！人手不够，大家快赶过去，干掉那猴子！啊，怎么回事？快，我们要去看看。下去！不，你下去。演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好看。不，演罗密欧与朱丽叶。今晚戏棚是我们的，才怪！我们人多说了算。看《西游记》，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《西游记》，罗密欧与朱丽叶。《西游记》，罗密欧与朱丽叶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是戏棚，在还没有电视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在户外戏棚看演戏的。根据分析，他们是因为想看的不一样，才会争执。没有电视，难道说？崎岖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！又是柠檬博士，出动吧！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！这次关键时刻和电视有关。这次被扰乱的是1925年，英国科学家贝尔德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。可的，比可的，就是本喵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这也不像电视机呀。根据资料，这是最早的机械电视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子电视机的雏形。对，电视的出现让“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”这句话成为现实。因此，贝尔德也被称为电视之父。我们出发吧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是1925年的英国伦敦。我已经找到了贝尔德的实验室。啊，糟了，贝尔德触电倒下了。不好，得赶紧救人。很好，就是这样，谁也别想进来。注意，贝尔德的实验室就在楼顶。我们进去吧，到楼顶。别急，本喵有更快的。逆转光枪，直接往上，狂铁！博士，还要堵门吗？你说呢？赶紧上去！快，找到了！可比，情况危急，必须在5分钟内送医院治疗。可比，可得比。
哎呀，柠檬三手合体，给我站住，通天火箭拳，嘟嘟快去吧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好的，嘟嘟比嘟，喷气超声器，柠檬电视空间，什么根据分析我们啥事没有，这招也太水了吧，换柠檬就会装神弄鬼，看好了，逆转光枪，琪琪，这里可是电视空间，柠檬遥控三级，什么什么，哎，继续播放，去吧，通天火箭拳，开启给力，小意思，电视到棒，这也太耍赖了吧，太危险了，根据分析萌茶茶可以像电视遥控一样将运动的物体暂停或者倒放，那尝尝这个通天电拳，我也有电视重播，那尝尝这个通天火箭拳，萌茶茶你抄袭我的招式，不不，我这是重播，再来分割画面，循环播放，什么Go!百变重锤，光枪，哦，好险！啊，不对！嘿嘿，新节目《百变锤锤》重播，光枪，凯奇，我打。别想快过本喵的光迹追踪，不重播那就倒放吧，什么，我这再来，光迹锤，光迹，光迹，光光光光光光光，呀！小柠檬，我还没玩够呢，大棒回来，喵！难道说，拼一把，通天拳套，火箭拳，
要攻击的目标不是你，极致爆发！发射！什么波？生气！给我倒棒！给我倒棒！倒棒！倒棒！不行，怎么没反应？哼，果然如此。只要不在电视空间里，你的怪招就使用不了了吧？安静，我还有变形虫。太慢了，轰天金刚拳。算了，再见。嘿嘿，赢了。贝尔德已经度过危险期。奇趣特工任务成功。